切换的难度可能会比较大吧。嗯，确实，我觉得今年我们优先奉劝的安排就是准备线下宣讲会。我也觉得今年的话，线上宣讲会会比较好。线上的话，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或者 B 站来直播。我觉得可以。那这次除了公司介绍和给介绍招聘流程？博士，我们给你拿了午饭。在那之后的一个变化会有点少，就是如果说比方说我想之前想过想地图在那之后把时间点啊那怎么好，就可能就是前面的话天黑请闭眼，狼人请睁眼。